哦，嗯，八七八，搞错了。用杆爬，爬起来，要下来玩玩。哪里啊？下面。其实上一段真的还不错哎、欸。嗯。就只是那个陀螺真的是不好用啊！以后不要买陀螺了。哇，打完一关就好多宝石哦！可以可以，不要尽量撑啊，到打完大关了、啊嗯，打到越后面东西越多啊！痛，喂，你挥刀，这种火球好好用哦、啊，好无脑哦，竟然用那种东西，很好用哎、欸。有一个技能， yeah. 一个人身体着火，就是像狂暴一样的攻速哦，攻速那个我知道啊，那加攻速的招式我知道。哦，他是说给繁星听的，繁星应该也知道这个技能，我刚才知道的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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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娘，我知道了。我就是洗不，我就是还没洗到那一招、啊，有看到啦，可是就是那是昨天的事。嗯，哟哟，在干什么？又是裁缝师啊！哎呦，裁缝师，怎么了？我在玩传送门。怎么传到奇怪的地方啊？没有，因为它的入口是上。啊、我要离开他，又、嗯、按到伤。哎呦！啊啊！老娘死了，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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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！嗯，然后烧完牙，好，好，不然再烧一次。哦，对啊，就跟我啊，每次都是在我烧完牙做才东西。不要！开打！哎呦！完了！哎，嗯，我要炸开啊！炸开！没关系，就慢慢打吧。当杀怪，他不可以。这，嗯，个头，哇，反而走比较远吗？对。很讨厌打这种要跳来跳去的地形耶。哦，对啊，不然就是摔下去。可我只要用远距离招式慢慢的打他。打、啊，英勇之欲。没学过。啊。哦，奥数大师，这是一个可以让你抓住。嗯，敌人高高跃起，并重重冲向地面。我们看，我可以试试看地球上头吧。哦，我有。嗯，哦哦哦！感谢订阅。Oh.
头。安娜，你这么早睡？不可以这么早睡。你怎么可能这么早睡？啊、你的身体被盗、哦，被盗了，被盗账号啦，被盗身体，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。身体被支配喽，看躲在这后面就好了。啊，不见了，不行，躲了。啊！炸开炸开！不要烫不要烫啊、欸！真的有点帅、欸，地球上头。修回个血好。镜之盾，镜之盾，镜之盾呢？还是长车？镜之盾好。嗯，身体被盗怕，真的怕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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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哦，中毒啦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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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！啊！发生什么事？大刀！我问一下哦，近战很便宜吗？近战很便宜，什么近战很便宜？基础他会写个基础挂号，通常都是十块钱。嗯，十个宝石，你是要去主城买吗？嗯、嗯，对、啊，你就可以刷、啊，你就进去出来，进去出来啊。这个哦，闪电轨道。对，你的基础只能放在第一个，然后冲刺的那一种，嗯，技能只能放在第二个，后面两个就是随意搭配。按摩镜，有一，哦，嗯，对啊，然后就是往地上捶一拳，然后一堆土往土围一圈冲上来。哦，那什么？大地之阶，应该常看到他有在卖啊。我看到一个。石头的招式，飞石连击好像蛮猛的，而且它是基础招哎、欸，想试看看。看啊，懂我。你要闪人了哦，拜拜。哦，就不要等下被我遇到哈。写了杜伟电是吧？好像没有说很好用哎、欸。他的你的普攻是可以打比较远啊，不过要瞄准一点，不然你会一直打空。哦，就是一个不适合杰克用的角色，太难吃了。可以试看看这一招。会不会开台订阅，然后按下铃铛就会接到通知喽？哇！等一下，这一招伤害没有很高哎、欸。高速！我要开打，有没有怪哟？开大招，大招打空气。我要去换回我刚刚的火焰，火焰还是比较好用。啊，一招。好了。声音。丢石头很像丢米田，嗯，共。啊？换来一招，换一招。
按下铃铛还要看缘分才会收到通知，这你就要怪 YouTube 啦。欸、有感欸，好爽哦、喔！哪一招？是那个啊，加攻速的火焰那个啊。嗯哼，哦，他那很明显啊。对，而且，然后我又是用到买到增强，我产生爆炸并燃烧区域内所有敌人。嗯哼哼。我、嗯，我被打下去。放着当 BG 也可以啊。啊！我换了技能，换了技能忘记啦。对啊，冲到敌人里面，冲头。哇碰！三，冲！被吸咬，冲跳，再来一下，再来一招，三，嘿，好，我的打赢了。这是公园之王，大地领主啦，不是公园之王、啊。公园之王听起来超弱的。公园之王，公园管理人。大地之戒解锁。哦，你还没打过那个吗？你、嗯、打死他都没拿过卡片吗？他卡片好像是随机掉的、欸。哦，对、啊，我说打地之戒那个，就是你刚才说打地上那一招吗？嗯，有一个链，就很像一个圆圆东西冲起来。嗯，啊，被贪心的攻速害死，冲进去放自己攻速在发呆。直接，然后就被打爆了。嗯。为什么你会跳？死了。刚刚警卫贝贝来乱，哈？在组成哦，这些买之前不能知道，你可以哦，差一点。我给你刚刚杰瑞贴给我们的攻略，因为我也都是随便买，然后就是看它效果。这个看到了，这个里面有写攻略。反正没办法知道效果是干嘛的。捐赠一个奥数，它到底是怎么选我们捐出去的奥数啊？对啊，我可不可以让他捐我没有在用的奥数啊？我很怕他等一下捐走的是我在用的。哎，我常常这样子，好难过。好哇，哇西。他把我的招式收走了，他给了我一个药丸，让你相信你的所有攻击都将产生暴击，让你相信，哇，好有自信的东西，相信哦，感觉就是听起来是不一定的东西，有梦最美，让你相信，好哦，让我相信一下，相信。那如果我不相信的话，这电子怎么用啊？这电子怎么用啊？什么电的？你是电什么？近战电击的。嘿，这样。哦，它距离好短哦。啊，近都说近战了，你是要多长啊？可是它比那个刀子还短。所以电的也是攻速流吗？感觉不是啊。你不是说那要看要会放？它大部分是攻速会稍微快一些，但是也有一些。嗯，不好说。要知道怎么用啊。请保持你的决心。好好哦。
说飞石射击就是远程攻击，对不对？远程的普通攻击。嗯。花轮是不是这一招啊？雪花轮盘是不是就是你刚讲那一招啊？雪花轮盘就是我现在在放的啊，周围绕冰绕的。然后是要贴着打，对不对？嗯，如果你是常打近战的，其实可以。嗯，好犹豫哦。啊，风的就没有类似的技能吗？买了啦。风哦，风好像也有类似的哎。哦。是100%暴击没有吧？这个药丸没有100%暴击吧？是说让你相信？哦。大家都在转，防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暴击好高哦！你是什么100%哦？没有到100%啦，但是你是干了什么事情？就去找，就是了，找那个医师啊，找那个医师换东西啊。嗯。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药丸，他就是强力安慰剂。他就是说让你相信那个啊，让你相信你的攻击都会暴击，所以是真的都暴击了。我刚刚看我的招式一直在爆哎、欸，碰哦，真的假的啊？只有暴击特效是吗？哦、只有暴击特效，所以它看起来都是暴击特效咯，然后不一定是暴击，是这样吗？哦痛！不要围我，不要围我，不要围我。这个。哎、欸，对哎，因为我的回血不是每一下都回。嗯嗯。哦，我懂电怎么用了。不对啊，他这个吸血鬼眼镜说我们看到暴击就会回血，那我相信我会一直暴击，我一直看到暴击，应该是我会一直回血啊。不是这样吗？不应该是这样吗？都说了是安慰剂了，好哦。等一下啊、哦，嗯，怀表，好帅啊！我要自杀了，干嘛这样？打不过啊！干嘛想不开？要撑下去，撑到真的不行了才。就摸不到网哦，要相信你摸得到，就像那个什么秘法电击、哦，吸血鬼眼镜。哦，这是我常在用的，是不是打怪吸血、哦？暴击吸血，嗯，一次回一滴。这个换啥好呢？嗯，这个增加土系怀表剑是减 CD， 这个是加速度。谴责手铠，哎对吧？其实我现在钱还蛮多，可以买一下。看一下谴责手铠，你的近战可以抵消远程攻击哦，这个好像不错。对我常用近战的来说很有用。你说什么怀表吗？哦，不是，谴责手套。哎、欸，干嘛的、啊？你的近战奥数可以抵消敌方远程的攻击。哦，打空气哦，打招的那种。可以把就是得可以把对方的箭矢打掉啦。好好好好好，好爽、哦！你再说一次，那叫啥？谴责手套。哇。那谴责手铠。手铠，嗯，对于常用近战的是好东西啊。我是不套用闪电的、欸，不要玩闪电啊。闪电算是要比较瞄准一点的、啊。我想买富翁之手，缺钱吗？
你缺钱吗？钱，手卡，装置什么？你能让你崩溃看起来像暴击，但是没有暴击，对。其实他没有暴击啦。哎呀，走到传送门了。增强这个，增强之后会变什么？动作结束后，增加一次爆炸可以让敌人燃烧哦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哦，可以。打不到，那手铠长怎样啊？等一下哦，我打一下 boss。万无一失火箭，啊，先买了。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太猛了吧！关卡完成。这个比较好。手套长这样。一个。我找到了。啊，哦，好。虽然只有暴击特效，但是看起来很爽，是很爽没错啊，但是血没有一直回啊。哎呦！啊！试试看，嗯。医疗卡片，天啊！医疗卡片其实还不错啊。你看到商店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去买一下补，因为什么？对、yes. 啊，都半价呢。对啊，总比我这个安慰剂好吧？看起来都有暴击，其实没暴击。我、哦、痛！痛！来测试看看中了没有。屁咧！嗯，我没有用。嗯，什么竞赛？是我打我，准一点哦。快死了，快死了！深夜台比较少，一定的啊，大家都睡觉啊，对啊，没有用啊，还是石头挡不住。来找一个，来试招。这好像有哎、欸。对，假赛啦。所以你在试着挡他的远程吗？有哎、欸，可是就是要刚好那一下哎、欸，刚好你挥出去的瞬间啊、喔。嗯。狂挥，不能停。不要停！开起来！被射死了。嗨不起来了，死掉了。嗯，我换掉。不要用。还没打完。我走。又是巨人，巨人真的很麻烦哎、欸，我不喜欢打巨人。哦，鸭血打完，辛苦啊！我差点冲到岩浆里面去。
声音台肯定都是优质牌，因为很多人都睡觉，所以乱的人也。哇！对。哦，这十巨人打不飞。十巨人打不飞啊！你只能抓他攻击空气打他。有点感觉他攻击也好痛。嗯。为什么雷电有两种基础啊？都会有啊，就有都是两种吗？好像都会有吗？不知道，我们今天就不多啊。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？昨天才买的。因为感觉你们都感觉快破台了，很难哦。这种技术东西，我真的很不会玩。像洛克人那一种东西，我打不死彩虹小马。不要。要死人了！不会吧？在这时候出现这些战士，我怎么打？我哪这样？可以！哦，吓死我了！上人！我要买布鞋。有了。巨人之心，明天有会考还不去睡觉，以最好的状态去考试。那，火打冰是不是伤害变低？火打冰，觉得是。你好，那个好聪明哦。你就看到只要数字有蓝色，然后我朝下的箭头，但是被剪掉了，被剪伤了。啊！怎么了？我在打罐子。啊！不小心靠近卡片太近了，然后埋到了。我都是用罐子，都是用踩的，把它踩掉。我也是想踩啊，可是我的刀就是很好清啊。哦，然后就可以清了。好哦，就一个不小心埋下去了。对啊。打不爆。Slow。哦，不是，你要会考。明天也很多人考试啊。第二只 BOSS， 火女王。